大家，以下单元说明示范 Photoshop 新功能 AI 生成填色 Generative Fill。 Photoshop AI 生成填色新功能用文字描述提示配合云端运算处理，对影像进行编修，让您快速发挥创造力。想试用生成填色新功能，电脑需先安装最新版 Photoshop Beta。 安装 Photoshop Beta 最新版，请开启 Adobe Creative Cloud， 点选上方表单中的应用程式，再点选 Beta 应用程式，然后点选 Photoshop Beta 旁的安装。生成填色是采用 AI 技术的革命性功能套件，使用简单的文字描述提示，以非破坏性的方式从影像中新增、延伸或移除内容。借由社群合作协助 Adobe 开发这些新功能。想分享宝贵的意见吗？请造访 Adobe Photoshop Beta 社群。想了解生成式 AI 及常见问题解答吗？请参阅生成式 AI 常见问答集。目前文字描述提示只能使用英文撰写，且建议提示仅可能使用描述性形容词和名词。 Adobe 预计2023年底推出此新功能。应用 Photoshop 生成填色可以产生物件，产生背景，延伸影像，移除物件，执行生成填色前，请确定电脑已连线至网际网路，因为生成填色需要云端运算处理。首先，生成填色最常见的应用之一是在原稿影像中产生物件。走图影像为例，想在花田背景左侧森林置入一林中小木屋，如右图。针对要置入的小木屋，先框选原稿森林背景左侧适当区域，拟定适当文字提示描述想产生的小木屋，最后完成执行。效果关键在合适的文字描述提示，具体细节如下。步骤一，建立选取范围，选择适当的 Photoshop 选取工具，在影像中框选想处理的物件或区域，接着在显示的生成填色相关工作列点按生成填色。步骤二，新增文字提示，在相关工作列点选生成填色后，会出现文字输入方块，在此以英文描述在选取范围要产生的物件或场景，也可选择留白，生成填色会根据周遭影像内容填补选取范围。步骤三，产生物件影像与变化版本，完成文字提示后，在弹出的相关工作列点按产生及进入处理阶段。步骤四，产生更多变化版本，若要产生更多替选版本，请再点按产生，也可以在提示方块中修改提示，然后点按产生，即会再建立替选版本。生成填色另一常见的应用是在原稿影像中产生背景或更换背景，即选取主体背景，依据文字描述提示产生新场景。首先，选择合适的选取工具，在影像中选取想处理的背景区域，接着在弹出的生成填色相关工作列点按生成填色产生物件的步骤进行。上例及以下两例为典型的应用，此应用示范为产生背景前的原稿影像，这是经产生背景生成填色处理后的影像，这是 Photoshop AI 生成填色处理产生背景应用案例的详细动作。善用一次产生三个替选方案，调整文字提示后又可获得三个替选方案，
如此基于创作力将可获得无数的可能。三、延伸影像，适当扩充影像版面，选取空白区域，套用生成填色，在无提示下会为影像建立无缝的延伸填补。至于在用文字描述提示下延伸影像的步骤如下。注意，想要依据选取范围周围内容填补选取范围，请在文字输入提示方块留白，直接点按产生。本例示范有文字描述提示方式，延伸影像重新填补上方天空区域。本例示范有文字提示方式，延伸影像重新填补上方天空与树林框选区域。本例示范有文字描述提示方式，产生背景重新填补天空选取范围。本例示范有文字描述提示方式，就矩形框选范围，延伸影像重新填补花田背景的山丘位树林。选取影像中要移除的物件，利用生成式 AI 技术让它消失，并进行无缝填补。一、要依据影像周围内容填补选取区域，文字提示方块请留白，直接点按产生。二、要移除影像中特定物件，并进行想要的填补，请在文字提示方块输入合适的描述。图中示范分批删除物件与填补，选取适当范围后，文字输入提示方块留白，直接点按产生，依删除范围附近内容进行填补。本例左图框选范围，文字提示方块留白，直接点按产生，结果除删除不要的游客外，并依周围影像内容填补。又针对框选范围，文字提示方块填入花间小径类似用词，点按产生后，经过云端运算生成，填补效果如右图所示。Photoshop AI 生成填色说明与示范单元结束，感谢大家，后会有期。